乾炒牛河、凍檸茶行街，多謝老細。伙計，我而家咧帶外賣嘅，咁我啲餐具啊、飲管啊嗰啲乜都冇，咁我點拎啊？你仲用即棄塑膠啊？你知唔知道香港每日平均棄置幾多塑膠？足足每日平均棄置2124公噸嘅塑膠。咁你又知唔知道當中有166公噸係即棄餐具咧？而啲餐具入咗海洋之後，就會直接影響海洋生態。而細魚如果一個唔小心食咗個肚嘅話，就會影響個食物鏈。而將來你又一個唔小心食咗啲細魚嘅話，就好似食翻啲塑膠咁樣噶咯。哦，你可以點做？嗱，下次叫外賣之前咧，記得同我講聲，走飲管，或者好似我咁樣自備餐具，一人行多一步咁咪得咯。咁我而家食得飯未啊？得，不過喺你食飯之前，希望你可以上 earthhour.com 簽署承諾，一齊改變生活，變好世界。